这是我上任以来查士纳总理阁下第三次率团来台访问，很高兴以最隆重的军礼来迎接远道而来的好朋友。我要代表台湾的人民跟政府向总理阁下和各位访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过去两年多来，台湾跟圣卢西亚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从查士纳总理阁下三次来访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也感谢圣卢西亚多次秉持正义，在国际社会大力支持台湾，展现两国之间坚实的情谊。圣卢西亚是加勒比海中的美丽岛国，希望未来可以造访圣卢西亚，亲身体验当地的风情文化，也实地了解两国合作交流的情形。这次查士纳总理率团来访，除了参加国庆典礼，也有许多拜会及参访的行程，相信双方能够就共同关切的议题深入的交换意见，进一步提升两国的邦谊。最后敬祝查士纳总理阁下政风慷慨，圣卢西亚国运昌隆，台陆两国邦谊永固，谢谢。